别怕。沈队，我来找你借一下枪油。柜子里。好。哦，刚那个是睿直播的女主播吧？你们认识啊？第一次见。我觉得她有点奇怪。该不会是花痴了吧？不过也正常，刚跟你认识的女孩都这样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只有在特别烦的时候才会看这个停转表吧？你想多了。射击是一项静力性的运动，看一下停转的表，是为了更好的比赛。小主播，又见面了。哎，没事。我帮你吧。谢谢。哟，不怕看花眼睛，小心变0.1。哎，这个人好像在比赛现场见过。他好像就是跟小姐姐一起看比赛的，啊，他是不是就是那个林达集团杜维明的儿子杜凌峰？杜凌峰都来找咱们队长了，厉害啊！不是，他找咱们沈队干嘛呀？他找咱们队长代言他的那个眼药水，结果出点岔子，咱也不敢说，咱也不敢问。嗯，看什么呢？小姐姐，你跟队长聊得怎么样啊？没聊，以后我跟他就治疗工作吧。行吧，没关系，咱们可以做朋友。训练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积极啊？队长，我错了。我一早就跟你说了，你今天记多嘴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飞机即将起飞。请大家系好安全带，收起小桌板，打开遮光板。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
怎么了？江一天，你借一下。哎，给。你干嘛呀？你太香了。影响到我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的飞机受气流的影响，在穿越云层中有轻微的颠簸，请大家不要担心，在座位上坐好并系好安全带。晕机了。